欢迎您收看生命河即时新闻，您不能不知道的教会热门消息。生命河敬拜赞美专辑神已经成就了 CD 及歌本已经运抵教会，订购实体产品请至 RICC Social 点选神已经成就了 CD 与歌本。目前为服务本地弟兄姊妹提供主日下午1点至3点前来教会取货，不用外加运费的选项，请先在网上完成付款手续，然后礼拜天于指定时间内到教会书房领取。刘同牧师在接下来3月7日及14日两次的主日取货时间段将亲自在现场为大家签名，欢迎多多利用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下您不能错过的教会精彩活动。新鲜话题让您早早就知道，下主日3月7日又将是圣餐主日，弟兄姊妹请事先在家里预备好饼和杯，当天直播时一同统领圣餐。疫情后必然是重新洗牌的局面，改变之后必然带来新的机会。弟兄们，2021网上弟兄特会3月27日周六上午9点至12点将在 Zoom 平台举行，主题是重新规划，机会无限。内容有敬拜赞美、刘同牧师及弟兄讲员教导，还有两段分组讨论的时间。特会免费参加，请大家把握这个网上相聚一起学习的机会，速至 RICC Social 或是教会网站报名加入弟兄特会。家庭事工中心3月20日及21日连续2天下午2点半至5点举行网上牵手情深婚姻蓝图立约篇工作坊，欢迎在湾区的本堂弟兄姊妹加入，需要夫妻一起注册学习。课程包括重拾婚姻美境、爱要说出来、在爱中寻求双赢，并有刘同牧师主持立约仪式，请至 RICC Social 点选我要报名参加。3月14日主日下午3点有点水洗礼，今天以及3月7日下午1点半仍有2堂网上受洗班，预备受洗者请留意参加。当天的典礼将在生命河 YouTube 频道转播。今天下午3点，美国回归真神祷告运动再次举行网路助坛祝福美国视讯祷告会，继续齐心为复兴、为疫情、为国家代求。届时请由 RICC Social 找到连结参加。基金会仍在进行点亮孩童学习计划，欢迎在3月15日前捐赠2手或全新手机、笔电等电子产品给拉丁美洲、东南亚儿童，可在15发放中心开放时间 drop off 提供奉献收据，详情请洽 Foundation 网站。今天下午3点的假日生活广场讲座将由园艺专家许哥、许承恩弟兄网上分享，您也可以成为后院蔬果达人。弟兄姊妹可从 RICC Social 找到连结加入，并请观赏负责同工刘大兴、舒平英夫妇的讲座介绍影片。各位朋友们平安，我是 David 刘，我是平刘，在这里向大家介绍生命河基金会假日生活广场 Empower You Seminar。 假日生活广场是透过专业讲座与社区紧密连结，并以宏观的视野展望时代快速的变化，帮助大家吸取新的知识。讲座内容包罗万象，有医疗保健、财务管理、亲职教育等，从不同的角度探索生命中不同的面向，期望把资源以及知识能够导入社区，提升个人的生命成长，增加生活的幸福指数。我们提供有中文及英文的讲座，适合各种年龄族群的需要。为了因应疫情，在内容上增添了许多相关的议题。感谢大家的参与，参加的人数非常的踊跃，并且获得很好的回响。假日生活广场 Empower You Seminar 随时为您掌握最新生活动态，丰富日常生活知识，给您全方位的回馈，让您的视野更宽广，也让人与人的心灵更接近。我们有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哦。讲座采线上的 Zoom Meeting 的方式，欢迎大家到生命河基金会网站 theriverflows.org 下面的 Our Work 下面的 Continue Education 的页面，点击讲座的 link 就可以免费参加我们线上假日生活广场。
以及观赏您错过的以前的讲座的录像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让假日生活广场 Empower You Seminar 守护您的心灵，与您共度美好人生。诚挚邀请您，期盼在线上与您相会。下面请收看几则快讯。网络密集课程认识圣灵，下主日3月7日上午8:30开课，刘梅雷师母将带领大家被圣灵充满得着能力，曾经报名者记得准时参加。婚前辅导系列课程，家庭事工中心提供3月14日起6个主日下午1点至3点在 Zoom 平台上课，请准新人至 ROLCC Social 我要报名选项登记加入。祷告团队一对一祷告，于周三晚祷告会、中文主日崇拜聚会之后，及时提供网上祷告时段，在聚会结束10分钟内，点选 Social App 一对一祷告，即可找到 Zoom 祷告室连结。祷告聚会 Online Meeting 3个时段分别是周二上午7点至8点半、周三晚上7点半至9点及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半，可使用教会网站或 ROLCC Social 加入代祷守望的行列。所有活动详情请参考 RACC Social 的当周主日周报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生命和即时新闻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